依我看，你这些担心纯属多余，不都是些寻常的宝物，哪有什么好多虑的？实不相瞒，就是您这个态度比较让人担心。这哪里是寻常的宝物啊？盒子里装的每一样都价值连城。我要是今天打眼了，亏出去的钱，下半辈子都赚不回来。还是谨慎些好。 谨慎些好。雷，仙女小姐，我们来了。你们这是在吵什么？来的正好，此等无知小辈，竟敢怀疑我拿出来的法宝是赝品。这都是我的藏品，几百年未曾动过，何来假货之说？几百年？家传宝物，几百年很正常。 就是，我们可以证明。听到了吧？若不是为了换些魔拉，我本不需要出手。此等珍品，见了都是福分。既然你怀疑这些是假货，我再去找别的买家便是。哎，客人您别生气。哎，这样，我呀，确实没本事鉴定这般罕贵之物，所以我特地找了位专家，他等会儿就到。哎。 专家，也罢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再等等。旅行者派蒙，此处就是我新置办的住宅，今后若有事找我，就到这里来吧。师傅，二位，你们好，树叶，你换衣服啦？啊，真好看。嗯，是师傅帮我缝制的，我也很喜欢。 你还有这手艺？什么叫你还有这手艺？有机关辅助，纺织之术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师傅，我的东西差不多办好了，有些提不动的还放在外面。无妨，稍后我帮你搬进去就是。等等，突然想起来有些箱子收得乱七八糟，师傅，我可不可以再去整理一下？ 你不要偷看啊！小姑娘家家的秘密还挺多，去吧去吧。你说的那位专家何时能到？啊，马上啊，来了，来，我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往生堂客卿、鉴宝专家钟离先生。钟离先生，这位是闲云小姐。 方才与你说起的那匹宝贝，就是他要出手。哦，原来是闲云小姐，许久不见，没想到能在此地遇上。钟离先生也是，近来可好？托您的福，甚好。前不久漫步山中。 感悟良多，这两日品了新茶，亦是乐事。真没想到，二位原来认识啊！机缘，机缘。您有所不知，闲云小姐乃是业内闻名的鉴宝高手，赏、观、玩、品、估，无一不精通。您买到她的出品，确实赚。 钟离先生太客气了，天下赏古鉴宝的人那么多，靠的无非是阅历和眼力，您若成第二，谁能成第一？哎，闲云小姐过誉了，你还是那么谦虚。哎呀，哪里的话。二位休要介意，还请准我问个冒昧的问题，你们二位既是旧识，关系似乎又不错，应该不可能联手哄骗我这小商人吧？<笑>这是什么话？天塌下来，我们也不可能拿这种事骗你。正是正是，交易一事讲究诚信，您若信不过，我们二人先走一步便是。何必多说，走。哎哎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
是我失言了，有钟离先生作保，我岂有不信的道理啊？湘云小姐，请留步。诸多冒犯，实在抱歉，抱歉啊。那钟离先生看过之后，觉得这些宝贝如何？您无需担心，确是世间罕有的藏品。譬如这座机关，虽不知其妙用，可光是精妙的结构就足够他在任何一户豪宅中占据一角了。还有这件，外形精巧，线条流畅，兼有机关术之奥妙。您见多识广，最知道机关术本是不传世的奇妙之物。此等藏品，我若是您，必要尽数收下。好，我请您来，必然信您的话。那湘云小姐，这些宝物我就斗胆全部收购了，只是总额过大，您看我先通过北国银行打一笔定金给您如何？北国银行？哦，是那家大型票号吧？可以。票号这个说法早就不流行了，现在都叫银行。那就这样，我先走一步，等钱款到了我再来取货。钟离，二位别来无恙。我们挺好的，你呢？有人请你做顾问，嘿嘿，业务真多呀。我也过得不错，方才正在专心饮茶，忽然就被那位先生寻到，受人所托，便过来看看。这位闲云啊，可是要定居城中。我说，您就别跟着喊闲云了吧，感觉很是别扭。为何？我难道不是你的朋友？朋友当然是了，可是吧，罢了罢了，想叫便叫，名字起来就是要让人叫的。本仙想通了。呵呵，看来流云真君近些年也是感悟良多。是啊，以前来离月港都只是稍作停留，并未真正见识到此处繁华，如今决心要定居了，方觉街巷间人声鼎沸，红尘万分喧嚣啊，与千年前当真是不同了。人潮如昔，过时闹，离时静，闹中有雅，静中有灵，万般灵气皆在方寸人间。再过千年，这里的景象应是今日你我无法想象的。好了，不要再感慨了，气氛都变得伤感起来了。也是，既然卖出了宝贝，那今日本仙做东，一起去品尝些特色美食吧。本仙对烟笃仙好奇已久了。嗯，流云真君居然忘了，许久之前我也试做过这道菜，你当时在场，应当尝过。有这事吗？那当时就有奇句，应是数百年前的事情。也罢，看来是当天手慢了，盛汤速度比不上其余众人。哼，那绝对是本仙让着大家，不信等会儿本仙就露一手，让你们瞧瞧生风披云的掌功。就这么定了，烟笃仙、磨拉肉、蟹黄豆腐、扣三丝，本仙全部都要点一遍。本仙已经托甘雨、申鹤帮忙预定了位置，等会儿让他们见见新来的小师妹。诸位请吧。如此甚好。树玉，快过来，随我吃饭去。啊，对了，这位是钟离先生，现在在不才与往生堂任职。你好。钟离先生好。人齐了，那我们出发。好。师父，你吃过仙跳墙吗？吃了之后真的会跳起来吗？应当不能吧。不过
也无甚不可。啊，这些人一下子走那么快，干嘛呀？喂，你们等等我